10天前，一个人前往中国的最东端抚远黑瞎子岛，但因为疫情止步在高速抚远出口。雨会停，天也会晴，旅行不用烦恼错过了什么，因为只要在路上就已经收获了自由。大家好，杨西游记环行中国的第420天。昨天晚上凌晨2点的时候开始下雨，下特别大，风也特别大，就迷迷糊糊的睡不着觉。到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把这个回笼睡着，11点刚刚才起床。这个服务区叫做853服务区，是一个没有人的服务区。我先四周巡视一圈，好家伙，开门见水啊。昨天到的比较晚了，这是在服务区的后边啊，这一块是一个维修区域啊，大面积的带丰收的农场。853应该是一个农场的名称，这块行政属性应该是农垦区。地理位置呢是在黑龙江的双鸭山，属于比较边境的区域了。走，咱们去前边巡视一下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地盘，单方面宣布啊，这两天这块地方归杨某人所管辖。你看这牌子深藏在这个树丛当中啊，一会儿我得贴几个字，非请莫入。咱不乱占地方的，真就是没有车没有人。看我后边这高速，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一辆车。这个叫做建虎高速，应该是从建三江到虎林的，也不知道是疫情闹的还是什么原因，平时就这样，确实没有啊。后边看看咱们这个区域规划啊，这块是维修区嘛，后边主楼，再后边这些加油站，得去看看，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征缴的物资。呵，这维修区的房子里也忒朴素点了，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我站这地儿有什么用啊？再看边上那两间房，这里边应该有好东西。哇，这里有大货啊！看看，有一辆摩托车，有收获，有收获。再去看看主楼，我估计这主楼是不是都不能进去啊？啊，好像能推开啊。太可以了，这还有一个小桌子，看来之前是有小伙伴的，现在是没有了，拉着这个警戒线了都。但是后边，洗手间是可以通过的。哎呀，占点地儿，能提供点水和电也是不错的啊，看看有没有水。有水，啊，这就有它的作用了。这么安静的服务区，这么没有人的服务区，太可以了。我这个服务区博主也算没白当啊。加油站那不用看了，那连那个加油枪什么的都没有，更别提油了。太阳出来了，肚子有点饿了。回去解决一下。午餐做的很快啊，老字号炸酱面，看看这里边，呀，把屏幕弄虚了，好多的黄瓜丝，还有小油菜，在我这个酱一拌，这酱炸一次能吃半个月。扇扇，屏幕清楚一点。两个橘子，两块糖。我突然想起啊。咱们看视频的有一个朋友是特别一个专业的医生，我有时候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会请教他，他就跟我说，看我平时喜欢吃面食，实际上面食呢
比米饭容易吸收，就很容易吃多，所以米饭炒菜也要多整一些。看来我得修炼修炼炒菜的事儿啊，大家也记着啊，面食容易吃多，减肥啊或者控制这个血脂血糖都要注意。哼，我发现外边出太阳了，咱地盘上这点阳光也是得能占点是点啊。啊，摆摊儿。太阳能板不能闲着啊，给我出来干活，吸收能量。我瞅瞅太阳在哪个角度啊，可以垂直于太阳，虽然有点阴天啊，但也能达到50-60瓦，可以。我也得出来晒晒太阳，吸收一下。太安逸太舒服了，在自己的这片小领地上啊，吸收着阳光，喝着牛奶，吃着水果啊，咱先干一口。哎呀，对面是万亩黑土地，北大仓，丰收的喜悦。哎，我觉得可以睡一觉了，舒服。就刚才那一小段视频，我又给他发到同学群里了。一般像这种比较美好的、好玩的画面、好吃的东西，我都喜欢发群里边刺激一下他们。有几个人还是容易上道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你看这第一个就上道了，杨旭你太过分了，又发离职宣传片，哎，我就这意思。第二个啊，而今何事最相宜，一醉一游一睡，这还挺有文采的，确实我也睡了一小觉。第三个，他说你把我这段啊剪到视频里，然后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一个连续剧。这一段是这么写的：咋不见着了火的红高粱，咋不见平坦坦盘腿的坑，咋不见风雪里飘酒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锅点太阳。大家想到哪个连续剧了吗？我估计90以后的人应该不知道，叫年轮。这部连续剧描述的就是当年知青来到东北支援这边开垦北大荒悲欢离合的一些往事。我记得我都小时候看到了，记得不太清楚了，你们有没有联想到呀？还有一些有意思的，继续发，以后还得发，这事儿必须干到底，对吧？哇，这个好看啊，尤其这云彩，这云彩这种蓝色还是灰色啊，现实当中涂色其实很难找到这种颜色啊。哈，下边的隧道，都说东北的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啊？我也跟大家讲讲啊。首先它是一年一熟，那一年一熟无论从营养上味道上，相对来讲比两熟三熟要好一些。再有这边也是早晚温差大，它这种比较香醇的味道啊，就是因为温差大所造成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东北这块病虫害少。再有就是都看得到的这种黑土地，黑土地是世界上最富有营养的土壤啊，都说钻一把能出油，插把筷子能出芽。在这种土地上长出来的大米能不好吃吗？
差不多也回去吧，自己的老窝别让人给端了。出来一趟也不容易，看看这下完雨的路。这不，哥们儿，我的领地嘛，小房车。一般在服务区的后边，一般我就不说这事儿啊，都会有后门的，仔细找找就可以出来玩一玩。大家以后去到哪儿可以看看，你看，非常隐蔽的，仔细看才能找得出来。走，这前边，刚才我差点出来的时候掉这小河沟里，因为下雨冒出来一条小河。好，那个移动电源太阳能板没有问题的，我相信不敢有人轻易进来的。 I watch you as you drive. Do you know I'm looking